全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还记得前一阵小米在印度市场发布的红米 Note 5 Pro 吗？不仅印度米粉，国内的米粉们也在心心念念着这款性价比新机。近日，红米官方宣布，国行版红米 Note 5将在3月16日正式发布。此前2月14日，小米在印度发布了 Note 5和 Note 5 Pro。Note 5 Pro 全球首发了高通骁龙636平台，提供 4GB+64GB 和 6GB+64GB 的两个版本，售价分别是13999印度卢币和16999印度卢币，约合人民币分别是1384元和1681元。2月23日，小米正式在印度发售这两款手机，立即引起了印度米粉的抢购风潮。有传闻称，此次发布的国行版红米 Note 5正是印度市场的红米 Note 5 Pro， 在配置方面将会相差无几，而在价格方面，国行版售价将会更低，应该会在1199元起。上一代的红米 Note 4系列凭借着超强的性价比，在全中国卖爆了。这一代的红米 Note 5能不能延续大哥的势头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